我觉得 N 队SNH48 N 队里面谁最有魅力啊？对，我觉得我啊。你的蛙声最有魅力。我是，他不是，他是 N 队的吗？你也可以把他算作是 N 队的。哇，忽然想到这个，我觉得可能今天应该本来抱着他跟你一起跳个舞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问一句，你为什么觉得你有魅力呢？因为哪个地方有魅力？哪个地方？来来说说看，哪个地方？前后都有魅力。我一点一点数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身高有两米，腿长有3.2米，然后完了，我拥有着金色的瞳孔，七彩的头发，然后你玛丽苏小说看太多了是吗？傲人的身材，哎，再把刚刚那句话再重复一遍，站起来讲话，什么身材？站起来讲话，来来来，什么身材？说什么身材？叫啊，抬起胸，抬头做人。我有。我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我你有蛙声？我跟你结婚吧。